作为爸爸妈妈，最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能够开心地成长，更希望的是他过得有意义。我女女欣欣自小就没什么自信，不喜欢说话，朋友都没几个，我一直都很担心她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帮她。有一天她跟我说，学校有几个同学邀请她参加基督女少年军，我觉得好啊，参加 GB 她又可以认识多些女仔。慢慢她开始讲多了东西，喜欢唱诗歌，成日都有很多活动。上个月去了两日露营，看到她开始懂照顾自己。有一次我偷偷地去看她集队，她竟然可以站出来对着一班队员发号司令，成个小领袖。最令我欣慰的是，阿女不单止性格变得开朗了，还喜欢祈祷和天父聊天。她现在会很主动地帮我做家务，懂得关心人，还会去做义工。最近欣欣告诉我，大个要跟 GB 去海外参加交流团。原来 GB 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有分队，我都很想她可以去看多些，志向大些。欣欣的转变令我很开心，很感恩，希望她可以带多些女仔加入 GB， 一起开心成长。